创立于1964年的无期国民中学，是该地区的第一所初级中学。2014年为庆祝其创校50周年，由校友会出资捐赠石雕大师阮秋渊先生作品阅读深耕一件，由于本件作品寓意隽永，已成为最能代表无期国民中学办学精神之重要文物。这件作品它的主题叫阅读深耕，是无期国中50周年庆校友会联合捐献给学校的。这件作品到花莲去捡石头，在那里裁切，然后再回来做细部的雕琢。我是觉得说校园休憩很重要，所以说我设计就是可以使用，可以互动，可以当椅子，也甚至你躺着也可以啊。有的小朋友在这里溜滑梯，对。这里有写30公里成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我雕刻何止30年啊，就是啊，所面对的都是尘啊、土啊，对啊，都是灰尘。这个30年当中，何止走8000里路？台湾头到台湾尾，东到西哈、啊，我到花莲哈、啊，啊，这样来来回回何止8000里？啊，得到的只有一个白的少年头。心灵要常放空，所以说我把它透过去。猫啊，猫是我自己。我觉得猫是一种呢，就是很冷静的旁观者。啊，猫的个性就这样，不像狗啊，能黏着人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猫是。其实我很多东西啊，都会刻猫，因为我在花莲工作室哈、啊，每天跟猫相处啊，其实。猫是很酷的哈、啊，当你啊要去亲近它、抚摸它的时候啊，它不给你摸；但是你要不理它的时候啊，它就靠过来哈、啊，在你身上磨蹭。这就是猫，含义个人解释不同呢。啊，有人看说，哎啊，这个好像台湾啊，这个好像是海的那个热情，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哈、啊，但是啊。啊，以我你看我就是根据以哈利·克里斯纳为主，然后啊这些文字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在这里绕，在这里回旋，就像一个全宇宙啊的星系在绕一样，对。其实在这很有感觉哈、啊，你尤其是后面那个三个圆的背景啊，很有层次，对哈、啊，它拍起来感觉会不错，对。见山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见山又是山。你究竟在哪一个层次呢？对啊，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心灵四川的含义。那、这里还有写到啊，莫道云深不知处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其实这个境界就是见山不知山的意思了，就是说我们已经登上了这座山，然后在山中的云雾当中哈、啊，只看到前面是路，没有看到山的形状。其实我是只想到说啊，其实我的创作
的造型跟这个字其实是没有关系的，我只是想把这些我所人生所体验的重要的文字情节把它融入这些字。我对这一段字啊特别有感觉啊，正如我对那段三十功名成于途啊一样，三十功名得到的只有成于途。对对对对啊，其实也是很多人人生的一个啊，只抽了一招，再回想起来也是这样，很多人的共同经验不只是我的。其实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，石头这么大，然后我想可以突破啊，把它的财气刻出来啊，对哈、啊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我摆脱猫的造型，我大部分都刻猫了哈、啊，然后我最先想到的就是猴子，就这样，我只想把这个，然后文字再附着上去的啊，刚好你看，刚好有三个层次。啊、最主要的是这个哈、啊，人家内行人看就是说，哎，在这个留这个不简单，留这个啊，怎么不设计说刚好在这里贴在这里就好哈、啊，刚好吐出来一点点啊，对啊，啊，在这里、啊，对啊，那要心脏很强啊，我心脏就是够强，对。当我刻到这个时候，我也想说，哎，怎么利用才让这个石头发挥得更有价值，更有质感。啊，然后啊，在这个地方我就决定留出这个部分啊，啊，就其实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对啊，趴下来对应他看上去哈、啊，他其实他的目光都是有关系的，然后这个哈、啊、都有一些连结动作的，对，互动性的，对，对啊，我也想说，其实我很欣赏那个空灵哈、啊，空灵两个字啊，其实王连攀。啊，还是那个萧曹什么那个水彩画家，其实他们作品都有空灵感，不是画很多东西，就是空掉，空掉哈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对，空灵的意思哦，因为很多解释的啊，我刻出来就是解释的，我设法把石头的原貌啊，石头我觉得最美的部分留下来，留下一些证据来，然后。啊，我所有雕琢的，就是说，啊，它比较可以改一些些的啊，然后，啊，我就用我的观念去改，然后也制造了一些难度，然后也克服那些难度，就我的工作是这样的。这一件作品是委托者对一个过往以前的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哈、啊，在这件。作品雕刻的时候，其实当时是完全没有，其实他只是说能不能帮我刻一些东西啊，你看这个石头有什么感觉，但是当时我看了之后，我觉得不管它的色泽或是它的质材或是它的大小的比例啊，我觉得很像刻啊，很想刻台湾牛，我就直接刻台湾牛了。这个就是一个根据石头的造型，然后去发挥。然后他也没有说要泡茶，我自己鸡婆啊哈，把它弄一个泡茶的呀，削水孔在这里哈，啊，就是从这里削下去。人生处处有惊叹号哈，我想说水滴下去会有涟漪啊，不断的往外扩，扩的力量可以想象到无限。就是这么简单的画像，我觉得惊叹的东西也是一样，莫名其妙在心中升起的时候哈、啊，然后那种涟漪也是不断的往外扩哈、啊。